心态。当然，我们也看到，在第一局的后半段的时候，也发现陈武在投球的过程当中也有点情绪上来了，因为在第一局的时候，一开始就被击出2分的全垒打。挥棒落空，再击一个好球，球数来到了2好2坏。现在队友在三垒的得分大门口。而此时也可以看到中信兄弟的一个内野守备也趋前防守了，也是为了要防止三垒跑垒回到本垒来得分。但是以趋前防守来讲，也是有它的风险的，因为守备员他的一个守备范围也会缩小了。挥棒落空，最后遭到蔡奇哲的三振。那这也是蔡。